我快要放弃了，好多我的照片哦，天哪！眼睛是怎样？哦，我不想找了，生气。找不到时间呐，找不到时间。猜。哦，妮妮的眼睛真的好酸哦，好想睡觉，好想睡。看屁，看屁。很想睡，啊，那个照片是很正常的照片，好不好？对呀，我找不到，我找不到，可能哪一天找到有礼物，我才会找了吧，累了。我真的是秒睡，我真的今天第几天了？第三天了，怎么看不到屁？哈？怎么是看不到屁？哦，好累哦，我觉得真的超累的。欢迎阿峰。迷你不美，哦，嘴巴又好痛，唉，没有，我没有找了，我没有找了，真的，那怎么办？我以后还是早一点播，我尽量早一点，好不好？尽量早一点，不要让你们这么晚，好累坏，真的。哦，大家要上班都很早啊。你也不玩，不行不行，我以后要更快更快才行，好不好？我以后要更快，目标更快更快。没揪过，不知道。揪揪会更痛啊！带过。
妮妮说今天 要刷，结果泽说他要请假，哎，死定了。不行哦，我觉得妮妮最近真的不太 OK。没事谢谢君君。欢迎小伟，谢谢君君，泪流满面。欢迎晚风，哼，我们就小小的就好了，看能不能幸运一点，不然真的是真的要靠自己炸了，我觉得。香蕉啊，被骗了，被骗了，死翘翘，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不行，糟糟糟！啊，对，我有问贼贼，他说如果上巨星啊。就算我到达明星也不行哎，上巨星就是一定要上巨星才有上，不然就没有。压力好大哦。哦，炸汤圆吗？欢迎猪猪，欢迎长虹。是啦，是，明白。铭记君君的教训。